这个成绩还可以吧，只能说。还行吧。刚刚有一把是真可惜啊，最后那几次机会的那一把，真可惜啊。现在他妈竞技状态太差了，他妈的。其实这个 ECU 撞墙撞太差了，这个 ECU 撞墙撞垃圾了。啊，这里慢 0.11 感觉。这里快放是可以的，这里快放没有影响。最后路线也很完美，就是中间慢了啊。中间太慢了。